家好，欢迎大家观看派旺宠物提供的产品操作视频，感谢大家对本公司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大容量的池塘喂鱼器，下面我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装上电池，打开电源开关 ON 为开，此时喂食器开始自检，自检完成后显示屏12点在闪烁，按 clock 键进行小时设定，按 timer 键进行分钟设定。现在我们将时间设为当前时间下午5:10。设置完成后按 set 键，屏幕显示12，再按 clock 键将时间调成24小时制。完成之后按 start 键保存。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喂食时间，首先按 timer 键进入喂食时间的界面，按 set 键2秒后进入喂食时间设置，此时屏幕左边显示数字1代表喂食参数，右边显示数字代表喂食时间，再按 timer 键进行第一餐喂食时间设定。完成之后按 set 键进行第二餐的时间设定。然后依次设置第三餐和第四餐的喂食时间。最后按 start 键保存。然后我们设定喂食天数，按 day 键进入喂食天数的界面。左边数字代表喂食天数，右边数字代表喂食分量。再按 set 键2秒，直至左侧数字闪烁。按 day 键进行喂食天数设置。最多可设置喂食99天。设置完成后按 start 键保存。然后设置分量，按 VOL 键进入分量界面。界面显示同上，按 set 2秒，直至右侧数字闪烁。按 VOL 键调节每餐的分量，每餐最多设置为9份。设置完成后按 start 键保存设置。完成上述设置后，喂食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您想手动喂食的话，就同时按 set 键和 VOL 键，就可以进行手动喂食，也不会影响正常程序运作。本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宠爱医生，派旺随行，祝您